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。然后把它撬出来了。但是就比较难搞。其实就是这边就拉出来就行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这边拉的话，最好把这边的排线松一下，怕。哦。如果排线够长的话，就好了。应该是拉得出来。嗯。可以了，对啊，拉出一点点就行，不要拉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嗯、那量可能又要拆。好，再装回去吧。应该他会装吧，装一。